这个跨嘴吼，真正是一个恶霸啦。你来当放这款人，我你继续安尼在咧危害社会。要抓伊啊，真正无简单啦。法律无法度治伊，我们无可能放伊耍啦。你去甲迄个欧巴桑回去咧。明明是迄个小姐伊做唔对咧，无照规矩来。我若是当因的面，去因家甲因的四大人回去咧。唔安尼算，唔得变作是我唔对啊。啊，那安尼我跨最大的面子是要放喺倒位啦。哎，就是乱动的。恁连我的祖囝你也敢拍？啊？你祖囝？阿母，看我安怎？伊讲有要紧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敢那知影我妈跋倒的代志呢？啊，你是同龄的哦、喔。哎，阮蒋先生哦，歹势哦，哦，我赶时间哦，麻烦你载我去。等一下，我要去。这三个小查某哈，我一个人就会知影啦。阿母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是的呀，今天就是的。李小姐，啊，你先哪里搞回去的？当囡仔出事，啊，该照顾高文雅，该照顾家己的囡仔，啊，这日子是要怎过啦？啊，该讲的拢讲过啊，该骂嘛骂过啊，该哭扛嘛哭扛过啊，伊就是要选这条路行嘛。我即卖生活真好啊，而且我嘛相信文雅，伊是真心要悔改。哎，落雨咧，卖我着雨啦，照顾一下。李正，哦，哎，啊你嘛真好笑呢，啊明仔你落雨都常常徛遐阿婆。我的目睭是看到啥？是安怎眼前一切拢变成粉红泡泡？心满空。